出发吧，红包！今天小黑帮带我到麦田里玩。带面玩玩走。哎哎哎！到麦田啦，抱抱我呀，要开始撒野喽。今天带小包。到沟里去地考察一下，让本猫带大家视察一下爸爸们的劳动成果。这小孙子怎么瘦，看这是一个开沟的好手啊，继承了爸爸的才能。小包带你猜猜苗子吧。这不行吃啊，这不行吃啊。来，过来，上课，本包后头那些吧，不需要上课。你看啊，这个小麦啊，它有两个分裂的高峰期，一个呢就是这个小麦刚出苗的时候，但就是在降温前；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，它大概已经回温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天气转晴了，所以它现在是分裂的高峰期。以前咱这小苗呢，可以用小脚踩一踩。是因为他把这个茎踩断了以后啊，听讲啊，听讲，把这个茎踩断了以后啊，他这个恢复能力非常强。这孩子这么淘气啊！停，你把这个茎。讲啊，反正黑爸对我有耐心。慢点。那好吧，你会吃蛋糕。啊，咱拿这个小爪，哎，把这个茎这样给踩断了，但是呢，它会。新生长，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呢，它的根儿还会继续往下这个土壤继续吸收水分，这样会提高它的一个耐寒的程度。哎呀，咱们这个苗可以适当的采，就是它这恢复能力比较强，所以咱们采了以后呢，不怕把这个小麦给踩断，反而呢可以让它提高它的耐寒，而且它这个扎根啊，然后往下这个吸水分啊。讲什么？